我叫汪兆力，今年84岁，人们呢都怕老，中老年人呢在这问我，你有什么长寿秘诀没有？我就想啊，跟我唱歌唱戏大有关系，能够在这些大音乐厅唱独唱啊，那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哎，大叔好，评委们好，观众同志们好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大叔那份儿，你看，大叔今年高寿？80后4岁。哦，84岁。是的。老先生怎么称呼您？我的艺名。我这还有艺名哦。汪啸天，啸是咆哮的啸。为什么会取这么狂放的艺名呢？啸天。我也喜欢唱京剧。哦。京剧唱什么派的？主要是原派。哦，原派。哦。为我们表演什么呢？我唱意大利的拉波里民歌。很专业、啊、我的太阳。对，大叔，那你开心吗？今天开心，开心，开心啊、哦！老伴儿有没有陪你来？单身贵族。那就 enjoy。老先生，你非常艰难并快乐的为我们表演了一个非常另类的《我的太阳》。虽然歌唱的也许并不怎么样，但是你的快乐，就全部表达出来了。特别是你看，他把那个拐杖当哇扔出去，当时要陈雷比较冷静，陈雷如果在旁边也给他摔出去。我发现你是一个好。能够感染别人，给别人带来一种很快乐的生命力的人。你刚刚唱完之后就整个弯下去，是在笑吗？还是太累了？有点激动。有点激动。要稳住自己啊，对吧？对，这激动稳不住他会乱动。要唱 yes 还是 no？ 我很想给 yes， 但是我怕出事，就是稳住自己，这个可以允许我给你 yes 吗？哦、oh, ，yes， 要保重啊 ，yes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称爷爷现在还比较稳定的时候，你给 yes 还是 no？ 啸天爷爷，我给 yes 的话，你会倒下去？你会不会太开心就倒下去？你会不会哦被一丢，然后又摔倒了？我要把它长得稳稳的。为了想听您的言派京剧，我就失去理性。哦、oh, ，yes。Thank you。那个大叔啊，就是给你 yes， 你撑得住吧？就是，你撑得住。好，爷爷就把拐杖撑好了，我就给你 yes 的 yes。好，谢谢啸天爷爷。这阿爷贴心，这阿爷贴心，开心极了。这个阿爷猛走到公寓里当局，我奶奶是屁。慢慢走。受了你。